上有病，雨下得这么大，实在撑不住了，能不能借地方避避雨啊？好吧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喂，就在走廊上啊，别弄脏了地方。哦哦。你们干什么呢？连招都不打声往里跑。下这么大雨你没看见？谁出门顶着房子走路，走走雨也挨不着什么。稳远点，别惹老子发火。哎，四叔，你怎么又不舒服了？我是小爷。四叔，你别老叫我小爷，给别人听见了会疑心的。你仔细看那枪的头子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你总说功夫练得不对，你仔细看看他，也许就会练对了。我不明白，你那本全经刀谱前面缺了两页，所以你总说有地方看不懂。那缺了的两页就在这个叫严济的身上。哦，这么说难道这个人跟我爹死的事有关？关系大得很。当年你父亲无疑懂胡大侠就是给他出卖的。18年前，这个严金是个乡下的无名医生，你母亲怀孕足月，无意到胡大侠就叫他来接生，生下了你。那全经刀谱怎么会给他四线两页？这事说来话长，等你练好了武艺，有了报仇的本领，我会原原本本地说给你听。现在你只要知道这个人在当年的事情里关系重大，牢牢记住他的相貌就行。看样子严济对这里的人不怀好意，刚才看门口的那些家伙被他一吓，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我进去看看，要见到人告诉他们也好有个防备。哎，小爷，你身怀血海深仇，有不少强仇大敌，处处小心还来不及，管什么闲事。既然遇上了，总不能见死不救，我小心点就是。无一刀，苗人凤，玉堂。刀中砍苗人凤气门，快！好了，今天到此为止。你父亲的仇还记得吗？妈要我每天重说一遍，怎会忘记呢？18年前，爹因为苗人凤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太过狂妄，去苗家挑战，苗人凤不在家，他兄弟跟爹动手，不敌被杀，因此结仇。无一刀强带苗人凤出头，杀死我父，这两个都是我无共戴天的仇人。那两贼的功夫如何？无一刀的刀法，苗人凤的剑法，当是悍勇敌手。那你怎么报仇？孩儿年轻，只要勤学苦练，每过一日孩儿武功长一分，那两贼却衰老一分，终有一天可以杀那两贼。外面好像有人，你去看看。是你，少爷，外边一伙人，形迹可疑。四叔，我们避雨误打误撞到了仇人家里来了。我看我们不如走。这么大雨，四叔现在的病体走是不能走的了，好在他们不会认得我们，还是躲过这场雨再说。这一老一少两个看样子像个校花子，老的还有病，倒没有什么可疑之处。厅里那一伙
等一等，这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们去通知大家准备一下。好，衣服也烤干了，气力也养足了，该动手了吧。捞一遍，鸭子，我们就在这儿避会儿雨。这位娘子可生得美貌，相公你艳福不浅呢。四叔，小心，这般人要倒大霉了。四叔，你认得刚才进来的那个人？这人叫田归能，少成会我也认得他。你要看仔细，比看眼睛还要仔细。哦，他是我脸上的疤是被他用剑砍的，我的胳膊也是被他砍下来的。请各位让开点，我娘子要歇息一下，她不喜欢有人打扰。让他休息。哎，看这位相公，他以为在他家里呢。大胆，走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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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田相公，是你呀？你认得我？18年前在沧州府，小的曾服侍过您了。对了，你就是那个乡下医生，怎么学会了一身武功，做起寨主来了？哎，全仗着您老栽培。看样子你们是要向这家下手。这家人与我非亲非故，我也没空管这种闲事。不过你手下的人刚才对我娘子无礼，可不能轻饶。田相公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小的责罚他们就是。哪有这么便宜？好吧，看在你还记得我的份上，叫他们一人砍下自己一条胳膊也就算了。这，这个人又是谁啊？好像人人都很怕他。这个人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。连那个田归农也怕。你看见他身边的女人没有？那本来是苗人凤的妻子，被他勾引私奔，他怎能不怕？
妈妈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你女儿要你抱，你干嘛不理她？你做妈妈的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？小叫花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好没良心！雷公就该劈死你这种良心不好的人。丹妹，这个小叫花子胡说八道，别理他。我的确是良心不好。丹妹，丹妹，哎，四叔，你知不知道刚才是死里逃生？我本来一直打算等你武功有成，能够有力量报仇的时候才跟你说明身世，免得你鲁莽坏事。现在看来，你年纪一天天大起来，武功也日有进进，不明身世，不知厉害，反倒会闯出祸来。我身体也一时比一时差，不如趁现在把以前的事跟你说个明白。事情发生在18年前，我那时候是沧州一个小镇上一家客栈里的小伙计。那天我正在灶下烧火，看见你父亲无意到虎眼同你母亲来投电，你母亲动了胎气就要生产了。胡爷叫掌柜的去找医生，找来的就是这个严姬。严姬要胡爷叫我烧水，我却想着自己家里的麻烦。我爹借了镇上财主的银子还不出来，财主逼我爹把我妹妹卖给他做小老婆。胡爷问明情由，给我银两去还债。恭喜大爷，是一位公子啊。恭喜恭喜，谢谢。掌柜的，烦你整几桌酒菜。店里现在有多少人？不管是客人、是伙计、是扫地打杂的，我通通请。谢谢。当天晚上，胡爷因为你出生，摆酒请客，我全家人都来叩谢胡爷，我心里的感激更是不用说了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田龟奴和金面佛苗人凤苗爷来到客栈。同你母亲商量，要写信给苗爷，解说误会。
你怎么跟他说？我说，我们苗田胡三家，祖上虽然为着雌雄两把宝刀结下仇隙，他和田归农两人的父亲，因为雄刀落在胡家，到关外来找我，实在并未见面。外传被我所杀，更非事实。他父亲和田归农的父亲，不知道是为了争执得到的雄刀应归何人，还是争夺在手中的雌刀，互相残杀而死。等我送你回家之后，可带他和田归农去亲自迎回他们父亲的尸首，如何死法一看便知。那把雌刀的下落我也全部知晓。就不知道金面佛会不会相信。胡爷，小兄弟，请你叫一声那个严大夫到我房里来一趟。是。胡爷，严大夫，明天一早会有人送信来，就请你跟他前去，把这封信交给金面佛苗大侠，就是刚才来喝酒的那位黄脸大爷，我自会重重酬谢你。是。我昨天就想到，苗大侠不发一言而去，一定是写信来约我比武。昨晚我已经写好回信，就在这位严大夫身上。烦你带他回去见苗大侠。你跟我来。哎，跟我来。严师哥，真是送信给苗人凤的。我姓田，你把信交给我也是一样啊，不必辛苦跑一趟了啊。多谢相公。啊，你随便去找点消遣玩一天，到傍晚时分回去对胡一刀说信已经交给苗大侠了。是是，你就跟胡一刀说不必另约日子，我们明天准到，叫他先买定三口棺材，两口大的，一口小的，免得大爷费事。是，小人回去跟胡一刀说，就说是苗大侠说的。嗯，你这人倒聪明机灵，事情办好了会有你的好处。去吧，全仗田相公栽培。田师哥，这封信不给苗儿凤了。当然。我亮胡一刀听见这几句话，也绝不肯厚着脸皮跟苗人凤再提这封信的事。老实跟你说，老人家临死的时候我已经赶到，那把雌刀也在我的手里，不过现在还不是拿出来的时候。胡一刀杀害两位老人家的传言也正是我散布出去的。对，苗田两家本是齐名，到了这个苗人凤自夸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瞧不起咱们田家天龙派，这一次最好让他跟胡一刀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。当天晚上我睡不着，我知道胡爷他们也睡不着。田归农买通严机从中捣鬼，明天这场恶斗势在必免。胡爷，把你家传的全金刀谱交给你母亲，以防万一。第二天，苗爷和田归农他们来了。
进房去吧。让我看看金面佛是什么样子。苗大侠，请喝一杯吧。好。仁凤，小心酒菜里有什么花样。久闻胡一刀是铁铮铮的汉子，做事光明磊落，怎么会暗算害人？大哥，盖世豪杰之中，除了这位苗大侠，当真再无第二人是敌手。苗大侠，你对人推心置腹，这副气概真是男儿汉大丈夫。我的丈夫就是死在你手里也不冤枉，来，我敬你一碗。谢谢。元凤，常言说醉不负人心，苗大侠，你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先跟我说，否则你若不幸失手被我丈夫杀了，你这些朋友未必能给你办什么事。山东武丁县的商建明听说我外号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心中不服，曾上门找我比武，我恰巧不在家，他跟我的兄弟动手，用镖把我兄弟打死。你没有找他报仇？复仇为大，我先要找到胡一刀。好，这件事交给我们就是。胡一刀，来吧。苗大侠，我丈夫武功虽强，却也未必能胜你。哦，我忘了，胡一刀，你心里边有什么放不下的事？你要是杀了我，这孩子日后必定找你报仇，你好好照顾他吧。你放心，你若不幸失手，这个孩子我当自个儿子一样看待。好朋友，请。领教。不用客气，进招吧。各位请退出客栈外面。好，我进招了。是那把宝刀，小心了。得罪了，不是我自持此刀锋利，实在是你这招十分凌厉，非此不能破解。你换马剑吧。也好，我空手是非你的对手。喂，你们借把刀来，这刀太过锋利，两个人都显不出真功夫。太轻了吧。
苗人凤，你不肯占人半点便宜，果然称得上是个侠子。岂敢，有件事要向你言明。请讲。我早知你武功卓绝，我未必能够胜你，可是我在江湖上到处宣扬打遍天下无敌手七个字，不是我苗人凤不知天高地厚，狂妄无知。我早知道你的真意，你想找我动手没法找到，于是宣扬这七个字外号好激我进关。现在我来了，请进招吧。归农，你要再插手，我只好请你们都回去。咱们再来。你武艺高强，在下十分佩服，咱们是挑灯夜战还是明日再决胜负？你让我多活一天吧。不敢。苗爷他们一走，武爷也跟着骑马走了。到第二天早上回来，可是骑去的是白马，回来却换过另外一匹。五爷也一直没见他睡过，一直等到苗爷他们再来。你今天气力差了，明天只怕要输。那也未必，昨晚我没睡觉，今晚安睡一夜，气力就恢复了。昨晚你没睡觉？苗兄，我送你一样东西。商建明，不错，是拔卦刀商建明。昨晚你赶出了山东武定县了，累死了五匹马，总算没有误了你的约会。你用什么刀法杀他？这人的拔卦刀功夫确实厉害，我接了他七只连珠镖，跟着我用冲天掌苏秦背剑这一招破了他的拔卦刀第29招反身劈山。
冲天掌苏秦背剑，这是我苗家剑法。正是，是我昨天从你这儿偷学来的功夫，我没有用刀，是用剑杀他的。商建明，烦劳你叫人拿一把剑来。久仰胡一刀的大名，不知你要剑何用？你杀了苗家的人，要是我用刀杀你，岂非显得苗家剑不如八卦刀，更不如胡家刀法？所以我要用苗家剑法杀你。好，你替苗家报仇，用的是苗家剑法，足见盛情。你苗家剑法独步天下，你这剑法杀他何难？在下只是代劳而已。胡兄，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别担心这个孩子有人敢欺负他。多谢苗兄。那天晚上，胡爷睡下不久，田归农手下党羽就来扰动，想让胡爷睡不成觉，第二天好敌不过苗爷。不过想起来，你母亲就用一条绸带收掉他们的兵器，把那些人都吓跑了。阿四，过来。啊，过来呀、啊。哎，你帮忙找些绳子来，把这些兵器挂在这屋檐底下。是。不要脸，算什么男子汉？都给我滚开！胡兄，这批没有出息的家伙吵了你睡觉，咱们今天停战，你好好的睡一觉，明日再比。是那人打发的，兄弟睡觉了并不知道。苗兄请。多蒙夫人手下留情，饶了这些家伙的性命。胡兄，今天要不要换个笔法？好，今天咱们各展轻功，用在刀法剑招里，如何？就依胡兄，请。今天咱们还是未分胜负，明日还得换个笔法。胡兄，今天兄弟不回去了，想跟你痛饮一番，谈一夜武艺。好极了，兄弟参演苗兄剑法也还有许多不明白地方，今晚正好领教。你们走吧，今晚我住在这里。元凤，小心他的奸计。我爱怎么就怎么，你管得着？我只是提醒你，别忘了杀父之仇，做个不孝子孙。走，把剑留下。掌柜的。哎，胡大爷，给我们整理一桌酒菜，再给苗大侠开一间上房。是，是。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
苗家剑法的精要，兄弟算明白了十之八九。我也蒙你把胡家刀法倾囊相授。好，不说这些，我看苗兄酒也够了，夜也深了，请安置吧。到了深夜，胡爷送苗爷进房去歇息，我又看到那个严姬和田归农鬼鬼祟祟，田归农给他银子、手套，还有一包东西。严姬把那个包裹里的粉末涂在胡爷和苗爷用的兵器上，还戴着手套，像是他自己的手都不敢沾上那药粉。胡兄，你说今天怎么比法？经过这几天的切磋，再加上昨晚谈论，你我的武功都相互明白，今天我们交换刀剑，再比试一场。胡兄当真高明，这样一来，你胜了我，是苗家剑胜了胡家刀；我胜了你，是胡家刀胜了苗家剑。不论谁胜谁败，都不损威名。苗兄请。请。你真是武学奇才，把我苗家剑法的精义全部了然心中。这是这几天功夫看会的。苗兄，你胡家刀法也很高明啊。要不是昨晚经胡兄一番指点，只怕比不上你。这一招不在你苗家剑法之内，是我临时所创，苗兄为防及此，所以被我侥幸胜了一招。苗兄不可。得罪了，苗兄的刀法神奇莫测，佩服佩服。哎，我也是学胡兄临时创了这招，不过若非胡兄好意关心，也是不能得手。好说，其实若非你手下留情，我这条左膀子已经让你卸下来了。胡兄，我出刀时固然有所容让，但机灵砍下你的左胳膊，你这一脚仍能置我于死命。看胡兄的为人，绝不会害死我父亲和田叔父的性命。你倒说一句，到底我父亲和田叔父是怎么死的？我不是跟你说的明明白白了吗？你不相信，定要动武，我只好舍命陪君子。你跟我说了，几时说的？啊，胡兄！这刀上有毒，苗兄，这一次我们都中了奸人的计算。好厉害的毒，大哥，你这样倒走得痛快。苗大侠，你们的兵器都是下人剑，上面有毒，你们也都不知情，这是命该如此，也怪不得谁。我本来答应大哥要亲手把孩子养大，但这五天之中，眼看苗大侠肝胆照人，义重如山，你既然答应照顾这孩子，我就偷一下懒，不挨这20年的辛苦了。
还在房里斩草除根，别留后患。胡兄，大嫂，你夫妇尽管放心，我必定好好抚养令郎成人。被炎帝撕去的那几页全经盗版啊，他怎么肯还给你？我只说那几页全经盗谱，苗大侠叫你还出来，就这么两句话，苗大侠当时就在眼前，他怎么敢不给？招够狠了，可惜你没看过后面的刀法，还有点不到家。小家伙，凭你也懂刀法？比你懂得多了，你只看过前面没看过后面，本来我只知道后面，现在前面我也看过了，这就是说你懂的我也懂，我懂的你未必明白。我看你只懂吹牛啊！不信，好，我们就来试试。这把毛挂刀不大称手，不过也马马虎虎了。嘿嘿，你看你这一招攻过来，我一下就化解了。嘿嘿，我料你下一招是攻我下盘。嘿，你看怎么样？小心呐，我现在要开始攻你了。
你看我这一招攻你左肩，你看你躲不过是不是？小家伙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叫胡飞，你没听说过是不是？不过你可以想一想，你这一辈子跟什么姓胡的有过关联？姓胡的？胡一刀。对，一点都不错，今天是你报应到了。不必谢我，我叫胡飞，是胡一刀胡大侠的儿子。当年的事原是你丈夫的不是，先父也已去世多年，今天我替你报了杀子之仇。四叔，上宿头，就在这儿歇一会儿吧。啊，你不要难过，人总是要死的。有人来了，我先走一步，你要挡住钟家兄弟，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抢走给苗大侠的信。你们两个是四叔，他有病。你们是不是钟家兄弟一伙？我不认识什么钟家兄弟，你要送信给苗大侠。嗯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金面佛苗人凤。你认识苗大侠？说不上认识，不过苗大侠名满天下，谁不知道？说得好，正因为苗大侠是天下敬仰的大英雄，所以我刘和珍才肯为他卖命。有人托我送一封极重要的信给苗大侠，关系许多反清志士的性命。刚才那个人说的是鄂北钟家兄弟，他们要抢那封信，我已和他们交过手，却是不敌。兄弟，你能不能帮个忙啊？帮什么忙？他们如果追到此地，你想法拖延时间，越久越好。四叔。小爷，你武功已经大成，心地又好，能分辨是非，我放心了。四叔，真笨。
苗人凤对我爹的死关系重大，我怎么不问那姓刘的他住在什么地方？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若要从此过，留下买路去。嗯，这里是座破庙，又没山又没树，哪儿钻出个小毛贼要开山立贵收买路去了啊？两位赶得那么急，可是要追一位姓刘的朋友。你是刘贺真一路？不是，不过我知道刘朋友有要事待办，两位等他办完了事再去找他如何？我们就是不许他去办那件事。嗯，让开。要我让开倒也不难，两位把我打败了，我想拦阻都不行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峨眉忠实兄弟就讨教一下阁下的高招，亮兵刃吧。就是这话了，我今天来的匆忙，没带兵刃，我练的是刀法，没有刀怎么行啊？别装模作样了，想拦路拿真本领出来吧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用这根木棒算是刀，不过话要说在头里，木棒带刀只能点到为止，我要是输了给你们两位磕三个响头，要是承让了一招半事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弟兄掉头就走。那也用不着，只请两位回头走五十里，再去不去追那个姓刘的就不关我的事。钟家兄弟大名鼎鼎，该不会说了不算吧？当然说了就算，来吧。手中要真是一把刀，你这条膀子。别怕，没扎穿。好刀法，佩服。咱们走，只可惜年纪轻轻不走正途。啊，什么不走正途啊？啊，好小子，躲在这儿偷看，要我去拦阻钟家兄弟，他又不放心。哼，啊，笨蛋，跟着他去找苗人凤啊。这一下苗人凤可要掉进圈套了，跟上去。交这封信给我的人说这封信极关重要，信已送到，小人告辞。等一等，我看信之后烦你带一句回话。人凤五兄，令爱资质娇贵，我兄一介武夫，相处甚不合宜，有误令爱教养，自令人相迎，由弟抚养可也。弟田归农顿首。苗大侠，我帮你拿贼。苗大侠，我虽不是你朋友，可也绝技不会害你，你信不信我？好，你帮我挡住外面的奸人。好。峨眉钟兆英、钟兆文拜见苗大侠，有急事奉告。好奸贼，给我上来打他！
苗人凤眼睛瞎了。别，是什么声音？是狼来了，要吃小羊。哦，不是狼，是四只老鼠。老鼠会咬人吗？想咬人，不过有老猫在这里。哎，走走，就要刮风打雷了，你别怕。我不怕。雷声好响。你快睡，雷公菩萨喜欢乖女孩。兄弟，你尊姓大名，与我可有渊源？大丈夫结交朋友，但重义气，肝胆相照，何必提名道姓？好，我苗人凤生平只有两个知交，一个是辽东大侠胡一刀，另一个就是你这个不知姓名、没有见过面的小兄弟。刚才那几个是田归农的手下，我和叫钟氏兄弟的上代有过节，他们是报仇来的。要动手就动手，我女儿睡着了，别吵醒她。你为什么扎住双眼，不把我们兄弟放在眼里？说话轻一点。我眼睛瞎了。你眼睛不便，我们不会捡这个便宜。啊，刚才我们在门口抓到一个人，叫刘和珍，他要来见你，这人不怀好意。哦，你们知道刘贺真要来害苗大侠，他已经来过了。苗大侠的眼睛，不信你拦阻，我们可以赶到前面。害我的是田归农，你们两位也拦阻不了他的阴谋诡计。苗大侠，我上了人家的当，是他把那封信交给我的。生命难违，师父叫我。哦，你是田归农的弟子？是，小人叫江飞熊。这奸贼贪生怕死，不敢自己把信送来，骗我上当，说这封信要是不送到苗大侠手中，就有几十位反清志士要遭朝廷毒手，又说钟氏兄弟与苗大侠有仇，定要阻截，他不是他们对手。我们已经知道这小子底细，看他和你鬼鬼祟祟，知道没什么好事。田归农知道我疼爱女儿，他来信索要小女，我看了信之后必然大怒，把信撕掉。他把毒粉藏在信里夹层。苗大侠，我向你讨个情，把这小子交给我。刘兄弟，这种小人也犯不着跟他计较，让他走吧。张飞兄啊，你回去跟你的师父说，没什么可说的，你走吧。苗大侠，我刘贺真年少无知，没生眼睛，累你不浅。刘兄何苦自残双目？刘兄，何苦这样？我知道你事出无心，我一点都不怪你。你还不快滚！一定要找死！苗大侠大仁大义，饶我性命，我非说不可。苗大侠眼中所染毒药是断肠草的粉末，我师父从毒手药王那里得来，除非求毒手药王出手，不然天下无人能解。这毒手药王在哪儿？在药王庄。我话已说完，多谢苗大侠不杀之恩。你们两位在这里保护苗大侠，我到药王庄去见毒手药王。请毒手药王只怕是徒劳往返。天下无难事。
请问姑娘到药王庄该走哪条路啊？不知道。你到药王庄干什么？有一位朋友给断肠草毒药伤了眼睛，特地来求药王赐血解药。你认得药王？只闻其名，从来没见过他老人家。那你怎么知道他肯给解药？这件事原本难说。正是要请姑娘指点途径。你到那边粪池去挑两桶粪来，给我把这些花儿浇一浇。嗯。碰到花瓣叶子。哦，你帮我浇花是为了要我指点去药王庄的途径是不是？哎，这些花真好看。等一等，你说这花好看，我送你两颗。姓什么？我姓胡，叫胡飞。你要去药王庄还是走那边的好？嗯，飞向药王请安。金面佛苗大侠中毒受伤，所用毒药是奸人从前辈处盗来，请前辈慈悲赐以解药。兰花的香气能够解毒，那个姑娘果然是一番好意。药王前辈，晚辈空手前来拜庄，实无歹意，再不赐见，晚辈要无礼了。
妖王前辈可肯赐见一面？哎，那姑娘既有解毒之法，不如回去求她指点。乡下没有什么款待，粗茶淡饭怠慢了贵客，深夜叨扰真是过意不去。出手迟了，若是见机的早，这片花卉还能保全。这兰花就算不被那人毁坏，过几天也会自行猥亵，只不过迟早之间，那也算不了什么。在府上叨扰还没请教姑娘尊姓。我叫程灵素，灵书的灵，素问的素。程姑娘，现在我要去见几个人，你跟不跟我去？去。你陪我去，咱们可得约法三章。第一，不许跟人说话；第二，不能和人动手；第三，不能离我三步以外。挑起这个，跟我去。嗯。怎么一头轻一头重啊？你把这竹箩放在这里。哦。这就是我白天看到的两个死人。嗯，他们是我大师兄慕容景月的弟子，也就是我的师侄。他们都是中了邪矮力的毒。你看，这附近寸草不生，想必是大师兄看他们中了毒，想起了我那些兰花。哦，刚才来的那个人是你大师兄？不是，大师兄来的时候你已经来了这里，他是要兰花，刚才那个人是要毁掉兰花。什么人才要毁掉兰花，你一想就明白了。难道是中邪眼力的人？就是有了这个，你爬上去气孔一看就明白了。你看见那个人了？正是刚才那个人，他坐在一口大锅里面，有个女人在灶下加火。我师姐想熬出我师哥身上的毒质，不过没有七星海棠的花粉，怎么治得好？这两个人是你师兄师姐。嗯，你把这烟吹进去。是不是毒烟？
胡大哥倒真是好心，我是要救人性命，不是害人。这烟是用七星海棠的花粉炼制的。烟反而觉得好些了。大师兄既用为了七星海棠的毒钉打你，难道会来给你解毒吗？照说是不会，不过我确实觉得毒性已退，也说不定他约我们相会，先让我暂时克制毒性，再用解药要挟我们听从他摆布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既觉得毒性已退，我们就去赴约，见机行事。嗯，可以了。我们躲进那边去，这种吃下去。这种含在嘴里，别吞下。慕容师兄，我夫妻一约前来，就请露面相见吧。慕容师兄既然不肯现身，我夫妻逼得无礼阴毒，你躲在竹箩里，谁又料得到？哼！大师兄，来不及了。好，算我认输。解药就在这里，不过你对我下了毒手，得拿解药来换。胡说！我什么时候对你下过毒手？你约我们到这里，就是说这句话。铁山，咱们走。大师兄既然宁肯自己送了性命，也不饶过你，还多说干嘛？哎，薛师妹，江师弟中了什么毒？大师兄，到这一步也不用假惺惺了，小弟恭贺你中成了七星海棠。谁中成了七星海棠？难道你中了七星海棠的毒？我没有。好，慕容师兄，废话少说，你约我们相会有什么吩咐？我没有约啊。是你们把我搬到这里来，怎么反说我相约？难道这封信也不是你写的？师兄的字我还认得出来。江薛两位，三更后请在庄外树林相会，有事奉上，知名不惧。大师兄，有什么不对吗？这信上的笔迹倒和我相像，不过这信不是我写的。你们把我装在竹箩里抬到此地，到底是干什么来了？铁山中了你透骨钉上七星海棠之毒，你到底给不给治？你拿得稳吗？当真是七星海棠？景月、薛雀、江铁山三徒之系，尔等护师残害，不念师门之仪，应记尽释前嫌为宜。与临终之情，可寻宿徒。僧无嗔绝笔。师父死了吗？程师妹，你在哪儿啊？
师父的药王神篇呢？是你收着吗？慕容师兄，薛师姐，师父教养你们一生，恩德如山，你们不关怀他老人家的生死，却只问他的遗物，未免太过不勤。江师兄，你怎么说？哼，那位有七星海棠之毒的透骨钉，一定是你打我的，这里的事也必定是你捣鬼。快把药王神篇交出来！我中了他的算计，透骨钉是从我身上拿去的，那药王神篇师父偏心，一定是交了给他。哼，小师妹，你把神篇拿出来，大家一起看吧。不错，师父的药王神篇确实传了给我。这是师父写给我的手谕，三位请看。自欲灵宿之系，于死后而即转告师兄师姐，三人之中若有念及老僧者，而以药王神篇示之，吾悲痛思念之情者，恩义已绝，非我徒矣，僧无嗔绝笔。小师妹，你服下好厉害的帮手啊！这小伙子是谁？我叫胡飞，贤夫妇有事只管找我。你还说些什么？七星海棠，不错，这蜡烛是七星海棠炼制的，大师兄已经中了毒，你们两个也即刻就要昏迷，不过你们放心，现在还没到清理门户的时候，我会分别给你们服下解药，但愿你们三个醒过来的时候言归于好，再要这样下去就难说了。我跟他们队长的时候中了毒。毒手药王的弟子，岂有不练毒杀掌之理？原来尊师无嗔大师才是真正的毒手药王，他老人家去世了，怎么你这几位师兄师姐这么无情无义？原是因为这样，师父本来不想再收徒弟了，但是见我三位师兄师姐闹得太不成话，只怕他百年之后无人治得他们，又收了我这幼徒。哎，你中了毒杀掌，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你答应救我一命的，有药王的高足在此，我担心些什么？你刚才是怕他们伤着我，你用手指碰一下我肩头。哇，好家伙，你衣服上放了什么毒药啊？哇，这么厉害，刚才他们要是碰到你，那滋味就是这样的了。这是赤蝎粉，也没什么了不起啊。那我手上不是又中了毒？别怕，赤蝎粉一碰上痛如火炽，毒性却不会留下，我去换一套衣服，免得你提心吊胆。哎呦，这海棠花就是鼎鼎大名的七星海棠。喂，别怕，这花的根茎花叶均是奇毒无比，但不加炼制不会伤人，只要你不吃它就死不了。哼，我又不是牛，吃花草干嘛？田归农用来害苗大侠的断肠草毒粉，不知道是不是你师兄师姐给他的？那倒不是，他们没有断肠草，这是我一位师叔，断肠草是他独门独药。我那位师叔外号毒手神霄，只是他爱冒用我师父的名头，再加上我这三位师兄师姐，才使毒手药王恶名在外。
苗大侠伤势不轻，断肠草的解药怎么用法还请指点。苗大侠伤在眼目，那是人身最柔嫩之处，用药轻重大有斟酌。你要求我，我就去。多谢陈姑娘。苗二凤，你眼睛已经瞎了，在世上也不过多受活罪，不如自己了断的好。田贵农，你连杀我都没胆。苗大哥，小弟来了。苗大哥好。田归农，你不杀我总睡不安稳，今天带来的人可不少啊。小弟不过想请苗大哥到舍下盘桓几日。两位中兄弟小心，他们要以多为胜。哼，苗兄料事如神，小弟今天果然是要以多为胜。请苗大侠上路。田归农，你自己怎么不过来？何必令别人去送死？你留着自己用。我有刀。在下已经请到了毒手药王苗大侠的眼睛准能治得好。别听这小子胡说，药王是我舅舅，这里哪有什么药王。这位就是药王，你认识的是冒牌货。苗兄，你武功越来越高，小弟佩服之极，还是小弟用天龙剑来领教领教你的胡家刀法。哎，姓田的，等一等，你要领教胡家刀法，何必苗大侠动手？在下刚看到苗大侠的招数也还记得，不如我来教你几路也就是了。哇！
怎么会使胡家刀法？小兄弟，你姓胡？好，我叫飞虎，新人古月胡，狐狸的狐。要子翻身，上步摘星刀，闭门藏刀，浪回头，夜叉探海，观音坐莲，怀中抱月，怀中抱月本是虚张。你怎么这么心急，不听我说完？我说怀中抱月本是虚招，变为实招又有何妨？嘿嘿，你听了一半没听下半段。妻子还有连师毒计上门杀人，现在报应到了，你中了毒王的剧毒，还不快跪下求苗大仙饶命。哇，好厉害的赤血粉。别高兴，我因为他同来的人多，不愿多伤人命，这个毒毒不死他，说不定还有人替他疗毒，只怕会去而复转。苗大侠，让我看看你的眼睛。果然是断肠草的毒性，我那位师叔常冒用我师父毒手药王的名头，像是真同田归奴勾结上了。药王请。啊，弟子们的毒伤都治好了。哦，多谢药王解毒。田兄也没事了吧？啊，倒没事了。师兄真不愧是药王，手到毒解。那是赤血粉，不过当时痛如火炙，不但毒不死人，毒性也不会久，在本门中只算是儿戏之物。哦，那小丫头是什么人，居然敢冒认是毒手药王？毒手药王本来是我师兄，他现在去世，药王之名只有我可以继承，那小丫头不过是我师兄最小的徒弟，哪里轮得到她？我师兄在她之前还收过三个弟子，现在都归在我门下。景月，去来。见过田掌门人。田掌门人啊，这是我门下的大弟子慕容景月，二弟子薛雀，还有一个江铁山，起初倔强不肯投我门下。我给了点东西，叫薛雀让他吃了。江铁山，给田掌门人叩头。师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本门中人经常服吃药物，使自身有抗毒之能，不过分量由轻而重，必须循序渐进，要是骤然服下本身不能抗拒的毒物，重则也要丧命，要是重到恰好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田兄休看他神志已失，自然也不会用毒，那武功突增，而且不畏痛苦死伤，倒也很有用。哦，他会听调遣，
田兄看见过了，就用这个东西。哦，哈哈，当年蒙师兄赐予断肠草，除了胡一刀，此番二次奏功，苗人凤双目已亡。可是那个小丫头会用毒。田兄放心，我师兄有一部药王神篇在他手里，此书我是志在必得，正好也帮田兄除了他，一举两得。还请师兄费神，小弟必有众筹。苗大侠，你有一位千金，他在哪里啊？这里不太平，送到邻居家去了。七星海棠，以毒攻毒，非此不可。好了，三天之后，带的疼痛过去，麻痒难当之时，揭开布袋便没事了。哦。你扶苗大侠进房躺着休息，我给你们做饭去。嗯。小兄弟，胡家道法向不外传，辽东胡一刀胡大侠只有一子，不幸在襁褓中被人杀害。那胡大侠是你叔父还是你伯父？这位胡大侠不是我叔父，也不是我伯父。哦，那么胡一刀胡大侠你叫他什么？胡大侠逝世多年，我哪有福分叫他什么。小兄弟，那你的胡家刀法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从一本刀谱学来的。哦，当年我曾和胡一刀胡大侠切磋，他指点我许多胡家刀法的精义，今日胡家刀法终于有了传人。来，你跟我来看看这是什么。嗯，请看。18年前，我和胡大侠较量武功，数日夜间不分胜负。后来因为我不知道刀上被人喂有剧毒，一时失手，铸成了大错。那他夫人呢？他夫人当场自刎殉职。这也是因你而死的了？正是。我给你们炒了两个菜，先出来喝酒吧。小兄弟，你既然不肯说跟胡大侠有何干连，我也不必追问。你要替胡大侠报仇，便可动手。只是日后还望你能照顾我女儿。我去浇花，这花得用酒浇，一浇水就死。所以师兄师姐们忙了十几年，始终种不活。苗大侠已经睡了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他绝不会是在兵刃上喂毒的人？还在瞎疑心。
刚才他还告诉我，我父母坟墓所在，父母之仇是何等大事，没有得到确切实证，总是不能安心。听你讲的那位平四叔所说情形，你父亲是中了剧毒无救才自杀的，苗大侠伤他只是轻伤，那下毒的人才真是你杀父仇人。照所说的情形来看，你父亲中的也是断肠草的毒，我师叔石万琛最善用此毒，要是田归农和他早有勾结，那下毒的人必是田归农无疑，你说是不是？嗯，如果田归农只是偶然得到断肠草毒粉放在信笺之中，他固然不会有药王是他舅舅这句话，我师叔也不会在这里。我师叔如果就在近处，他一知道我在这里的话，必然会来谋夺我师父留下的药王神篇，而且时间就在今夜，要是如我们所料，我师叔来了就足可证明田归农和他一直都有勾结。对，那天晚上我和你一起去见师哥师姐，曾要你答应我三件事，你是不是还记得？记得，不可说话，不可跟人动手，不可离你三步之外，后来我一件都没做到。等一会儿有人来了，你可不能再违背。嗯。既然来了，怎么还不进来？不必这样小心，门上没有毒。程师妹，见了师叔怎么不快磕头啊？咱们哪儿钻出个师叔来了？从来都没听见过。独守神霄这名字听见过没有？你师父难道从来不敢提我？哦，独守神霄这名字倒似乎听见过，我师父说他从前确实有过一个师弟，只是他滥用毒药害人，无恶不作，早给师祖逐出门墙了。哼，石前辈，那人就是你吗？师妹，你胡言乱语得罪师叔，还不磕头谢罪？他老人家一生气，你立时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和薛师妹都已投入他老人家门下，你乖乖地献出药王神篇，说不定他老人家一喜欢也收了你这弟子，岂不是好？原来两位已经改投石前辈门下，那么小妹不能再称你们做师兄师姐了。江师哥呢？他也改投石前辈门下了。江铁山不识时务，我已经奉我师之命给予惩罚，现在我嫁给大师哥了。七二姐，小妹该恭喜你跟慕容大哥，不过你何不把江师哥干脆杀了，好过叫他这样不死不活。这是我们中间的事，要你多管什么闲账，还不赶快把药王神篇献出，磕头拜师。我若不拜师就要和江师哥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不过两位既然改投石前辈门下，自然是尽弃先师所授功夫，从头学起。石前辈和先师门户不同，更是各有所长。药王神篇当然没有什么用处，小妹就烧了它吧。江铁山大师走！嗨！陆西火，退！这小子中了我的避藏蛊，世上无药能解，你是药王传人，不妨替他治治。
我不听你话中了毒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护我。把这颗药快吞下去。那本药王神篇是假的，十万春一时受骗，很快就会醒悟再来。你给我的解药好像不中用，我中的毒发作了。是不管用，我给你的根本不是避残蛊的解药，只是一颗麻药。啊，麻药？是，我要你不能动，不能讲话。这样，我才能替你疗毒。我把它吸出来。刚才十万春说避残蛊毒无可救治，那实在错了。不过他想不到会有人肯不要自己的性命去救别人。石万春和田归农勾结是没有疑问的，不然他不会知道我在这里。害你父亲的断肠草毒药也一定是他给的田归农，他也是你的杀父仇人。我现在要跟你分手了，不过我已经布置好了，我自己死了之后不但替你报了仇，也给师父清理了门户。我那两个狼心狗肺的师兄师姐是一定难逃一死。石万春即使功力高有翻倍，这七星海棠的毒至少也要叫他像僵尸的一样。这是七星海棠的解药。大哥，我们要分手了。别难过，你不听话是为了要保护我。你也明知道石万春的毒药很厉害，我心里也是一样。清月啊，你进去看看啊。
像是这丫头允吸他情郎手背的毒药，情郎没救活，他自己也死了。中了我的避藏蛊，那还能活？这么多本，也不知哪本是真，哪本是假。刚才那一本《药王神篇》就是假的。全都拿回去，总有一本是真的。这丫头故意放了这么多本，书上怎能没有机关？景月，把蜡烛点起来，看看清楚。等一等，这只没点过的蜡烛只怕有毛病，点那只剩下的。师兄，有弟子看见那个自称飞狐的小子到狐狸刀坟上去了。哦，那天看见他使狐家刀法，只是功力不够，刀法甚是娴熟，绝不是临时学的会，跟狐狸刀定有关联，倒不能留下后患，即可召集人手赶去那里。是。七星海棠，七星海棠。石万琛，你翻两个跟斗。好。哈哈哈来干什么？听田贵农他们说你是从苗家来，我有点事要问你。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我爹娘去世的时候，我年纪太小，生前不能侍奉，死后至今才能在坟前一拜。不像你，你女儿叫你抱，你硬着心肠不理，全无亲子之情。你离开了苗大侠，那我从苗家来又与你何关？你就是商家宝骂过我的那个少年。他们父女很好吗？不好，苗大侠为奸人所害，杀了双目，苗姑娘孤苦伶仃，没妈妈照顾。他们，说来你定然不信。这些年来，我日日夜夜想念的便是这两个人。但是，我怎么有面目再见他们父女？今天，我到这里来。就想起当年我和他成婚不久，他带我来这里祭奠。他说他一生中只佩服胡大侠夫妇。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求求你详细跟我说说他们究竟怎么样了。这位陈姑娘为我而死，我要把她骨灰埋葬在此，等我埋好了再说。蓝妹，这小子凶恶得很，快离开他，过来。你自称飞狐，又会胡家刀法，如今还来到狐一刀的坟前，你是谁？
我是胡大侠的儿子胡飞。飞狐，胡飞，你到这里见父母来了，我一定叫你如愿以偿。拦妹，你干什么？小心这小贼发起疯来，伤到了你。这少年就要死在你的手下，我跟他说几句话，有什么关系？不用你假仁假义。你骨灰坛还没埋，这就死了吗？我只跟你说三句话，都是跟你爹爹有关的，你听不听？我这话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，你却不可拿住了我要挟。倘若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说了。你对我说我爹的事，我十分感谢，岂能反来害你？天下男儿汉大丈夫甚多，你当都是田归农这般卑鄙小人吗？你把骨灰坛埋在墓背后半尺处，向下挖掘，有把宝刀。这事是金面佛苗人凤当年做的，我曾经亲眼看见，我今天告诉了你，快把骨灰坛埋好，让死者入土为安，你了结心事，安心临死吧。你是跟他说他父亲是苗人凤杀的？大哥，你就让他埋了骨灰，再下手杀他不迟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啊，好吧。刚才叫我苗伯伯，是小侄胡飞，当年大难不死。你是胡大侠的儿子？是，小侄年幼无知，一时糊涂，现在已经想明白了，这个田归农和供给他毒药的石万琛才真是我杀父仇人。哦，你武功尚浅，对田归农还不易取胜，让我来吧。田归农手里有宝刀，苗伯伯接着了，这把是你当年代为收藏我爹的刀。你自己呢？我有刀。
你看，这不就是？好，我就用胡家刀法为胡大侠夫妇报仇。我来对付这两个疯子。那石万琛不但给田归农毒药，害我爹跟你，还害死了陈姑娘。任亲仇。